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14年6月21号夏至的晚上，今天是一天白天最长的一天，也是今天很热的一天。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们的 Miu 朱丽静他所演唱的一首歌，叫做存在的力量。相信我，存在就是力量，你存在就是有力量，一定会帮助你渡过难关。开始。相信我。